蔡英文大驾光临，网红蔡阿嘎全家一起迎接。不过没想到蔡总统不是来做客，而是化身神队友要来帮忙的。平常有泡奶吗？平常泡咖。拿起奶瓶倒奶粉，可别忘了瓶身不能摇，只能用搓的，奶粉才不会卡在瓶口。另外，蔡总统也跟蔡阿嘎的两个宝贝有良好互动。影片的最后也细数，包括了育儿津贴加码、增加公托、公幼、准公共化幼儿园名额、三胎加码等等催生政策，希望能替准爸妈或是现任爸妈加油打气。而在小年夜，蔡总统也发表想对全国人民说的话：感谢所有坚守岗位的军警、消防、海巡，以及我们的医护同仁，还有中油、台水、台电等民生事业伙伴和许多持续提供民众服务的朋友。要感谢的人太多了，过去一年辛苦守下的还有疫情这一关。在我们团结努力下，台湾在经济上也有亮眼的表现，我们会持续深化跟各国的交流，大步走向世界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，面对疫情的挑战，我们要沉着因应，戒慎而不恐慌。虎年新春适逢疫情紧绷，在跟家人团聚的同时，也别忘了做好防疫。华视新闻的张俊慧特报道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